死了。哦 ，OK， 我知道。到时候再讨论啊，先打掉。对，边打边打边讨论，反正就是普通嘛。再上 H 再上去。普通，普通改吧，有改了，有改了，有改了，有改啊，有改啊。蛋糕很给力耶，直接四血。老鼠，老干有裂缝这样。被中指点我。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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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了。但我要怎么电爆你们？我姐刚刚哼吧，因为那个什么，要怎么说嘞？是不是听说有某一次某人，就有人说要带他的朋友来，结果那个人。结果他的朋友装等不是很高，然后又不是很消费，这样啊？那个一个战士吧，这习惯啦，不是什么某人，那个是我朋友的朋友。对啊，就是讲恁朋友的朋友啊。他说他有钱啊，哇塞！结果来了之后是那个鸟样。啊，真啊，那个连两三万都舍不得买，那叫有钱。他没有啊，所以这个礼拜他问我说还没有得打，我就跟他讲没有了。我说第一个你 DP 的时候打不赢的，然后第二个你的钱又花不出去，然后我们怎么可能让你这样赚钱？哎呀，对啊，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他来打的时候已经五百四十几的战士了嘛，干我五百四，那个 DPS 干没看呀、啊。哦，五百四十七，那不是应该要买一碗？干、哦，我用一支五百四十几的战士，我都可以打赢五百六十的法师的，干嘛的？你说蛋糕吗？最好是啦。没有啊，只要是不是单，只要不是单体王，我有把握可以打赢法师。啊？对啊，只要不是单体王，我都有把握打赢。啊啊，没有。至少要打差不多。并不会输到像他那么夸张，是垫底。你问 S 就看过我们打二十五人地狱吼啊，我打的 DPS 伤害跟60的就是差不多啊。嗜血不是这时候开的吗？怎么有人偷开？已经开过了，开过了啦，就开了，因为现在根本没差。现在你不开场开又跑步。但这个斩杀的效率真的很低耶、欸。我今天好像又没有吃到那个，我们今天好像又没有吃到 buff， 我这整个礼拜都没有吃到 buff。赶紧你来又抓我！不要救了，不要救了，救什么？大小。我这一整个礼拜都没有吃到 buff。那个打得跟战士差不多的是什么样？居然是必然，居然必然的、欸。这不是出很多个了。我去你妈的！可以来一点可以用的、啊，呵呵。啊